动画片名《虹猫蓝兔》，暴力级别四颗星。108集动画片《虹猫蓝兔奇侠传》一度在央视少儿频道热播，但2007年该片被停播了，因为这本动画片被指责暴力和血腥场面严重。观众表示，动画片中刀割身体滴血的画面像放慢镜头一样，武林的帮派打杀，时空混乱，几乎是一堆成人内容的杂烩，甚至有儿童效仿剧情割破动脉。